秋千，什么呀？我明天见。我就走了呀。进来，来来，好乖好乖。什么？六岁搬走是去广东啊？听说广东还不能吃好吃的，还讨厌喝没味道的水啊？ 你没有时间吗？请你吃个饭。哎，别！怎么能让你请呢？我们是地主，应该我请你。林哥，讨厌我好，你不知道我喜欢秋千吗？你在我面前突然找秋千啥意思啊？你要说了火药呗。我怎么了？嫉妒的小眼神。我怕被忽略了，我刚才已经我是觉得我被忽略了。 那场戏导演也交不了苦，没事，你们马上在布拉格就会再次相爱。 准备啊！每天都要跟他生活一起跟他相处。2、1，耶！一起哭过啊，笑过啊。我们以后再这搞不好吗？比较黏黏。好，就像你今天这个光是很浪漫的。他说：“哎，我们结婚吧。”等我立下来了，咱们就结婚吧。 我们只要很真诚地在这个当下，好好珍惜对方，好好替对方着想，那不开心我就逗他开心，真的是很美好，我们更享受于当下那感觉。人一辈子有几次可以这样？还是要相信爱情。